本节课操作，行进间敬礼。行进间分成为两两比间，三人成行，四人以上带队。待会我们就实施三人成行，请所有人沿着连集合场行进。干部会分别站在每一个定点，等待各位向干部敬礼问好。有没有问题？没有。我们会分成两个区块进行操作，熟悉以后开始动作。熟悉，转，向右转，干部就定位。三元，前进。一波大，以上。敬礼，晚上好。好。前进。好。高小贤，你是一个人要狂奔到哪里啊？要等后面的人，温馨都同手同脚了，回去。高小贤，记得要喊齐副总。前进。以上。好。班长好，班长好，班长好，回来。你们三个人是什么？合唱团重唱组是不是？高小贤，你不会喊敬礼吗？回去重做。好，李斌，前部张军，班长，好，好，班长好，好，班长好，班长好，好，班长好，回来，班长好，好，我放下了吗？第三元是不喊礼毕，手从头到尾举着，不会酸啊。手放下。对，敬礼。回重做。好。好。好。起步，走，敬礼。好。礼毕。好。郑光兴，你是马脚还是地太烫啊？不会正常走啊！
预备，来，好的，好，预备。回来，阿姨啊，回来。打哈欠，没精神，没睡饱啊。重做。班长。队长。班长好。红红脚。班长。回来。队长。重做。口令要下意识啊，还有人同手同脚。一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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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踏步，一二一二立定，枪放下，向左蹲，我们队，看看你跟隔壁有什么不一样。左边是哪边？海巡的日期已经快到了，你进度落后这么多。还想当受伤代表吗？报告排长，我一定可以的。你只剩下两天的时间，我可以的。好，刘班长，有，开始训练口令。啊，是。受伤代表很简单，只有三句话。班长附送一句，你们跟着附送一句。所有新兵听我口令。所有新兵听我口令。走心。走心。立正。立正。所有新兵听我口令。所有新兵听我口令。走心。走心。立正。立正。红马力。你喊一遍，新兵，小心，你站。你上个进度没有跟上，这个进度也不行。李国良，有，你喊一遍。所有新兵听我口令，小心立正，青春正飞扬，目标在前方，人人有理想。红马力，要。林国良，要。跟排长过来。熊班长，要。其他人交给你训练。啊，是。到家看齐的时候，向右扶满，向右卡齐。看哪里？向前蹲。向来练习拨枪，分解动作，口令代表第一道，拨枪。好不？一、二、一、二、一、二、立定。向左蹲。待会林国良念一句，黄曼丽，你跟着附送一句。报告是。所有新兵，听我口令。所有新兵，听我口令。大声点，小心，小心，立正，立正。所有声音都要用丹田喊出来。刚才口令清楚了吗？清楚。大声一点。清楚。当初跟你们连长提到过，让这梯的女兵担任受枪代表，是具有象征及立下标杆的意义。当然，最后我会尊重你们连上的决定。但是目前看起来，只有男兵的动作比较符合受枪代表的标准。在有限的时间之下，女兵的进步恐怕有限。你是想告诉我女兵办不到吗？在我眼里，只要是合理的训练，没有什么不可能的。拿破仑完成一场战争只需要两周，那是因为他懂得提升士兵的热情，让士兵跟随了他走向胜利。
是，我会加强对女兵的训练。你能理解就好了。啊，对了，好好加强黄曼丽的训练。怎样？有问题吗？没关系，讲。报告副营长。为什么要特别加强黄曼丽？受伤代表的挑选，不就是要选择动作最符合标准的人吗？志强，我告诉你，陆战队三不怕精神，训练不怕难。今天要求你训练一个女兵，很难吗？而且让进度落后的人跟上，你可以做得到吧？报告副营长，可以。可以就好好做吧。是，谢谢副营长。谢谢。走吧。是。我刚跟连长通过电话，他只是这次受伤代表在以训练女兵为主。那邱又廷跟林国良？别担心，我来跟你两聊聊。真搞不懂长官在想什么，怎么不把话一次说清楚？学长，我真的无法理解长官这一次的决定。长官该有他们的考量。营长跟我说，这次除了是经验传承，也能够为后期立下标杆意义，更能够展现我们推动两性平权的努力。哦，对了，我听周班长说，连上有一个高官的女儿，我在想这一次的调动，该不会跟这件事有关系吧？应该不会的，受伤代表的训练这么辛苦，如果想要靠关系的话，干嘛不去报考军校，不是更好吗？更何况部队里面绝对不容许有这样子的事情发生。没错，部队讲的是荣誉，是责任，训练更是一视同仁，绝不容许有官说包庇这种事发生。安排。学长，你干嘛这样看我？这个世界本来就很多不公平的事情，你如果有个高官的爸爸，难道不会想要利用这层关系让你自己的路走得更顺？学长，你这话说的有点以偏概全，有高官的爸爸也不是他可以决定的，而且也不是每个高官的孩子都喜欢靠关系，很多人都是靠着自己的努力获得成功。你跟他们分开。我是为那些已经自愿来当兵还不能自立的人感到很惋惜。我很认同你说的话，如果每个将军的孩子都靠关系，那我们仗就不用打了。但是部队里面的人形形色色都有，这种事情难免都会发生。现在只希望受伤代表的事情能够圆满达成。轻松点，扫息就好。来部队这阵子还适应吗？报告副老长，还行。以后我讲话扫息就好了。报告副老长，是有点不太适应，但我会持续努力适应中。其实副老长对于你们这次主动争取受伤的训练感到非常欣慰啊。报告副老长，话别这么说，这不是关于个人的事，而是团队荣誉的事。我早已把个人私欲抛在脑后，没有国哪有家，团队不好，个人好不了。我一切以连队命令为依归，争取团队荣誉为己任。副校长对于你们这样的胸襟感到很感佩啊，很好。陆战队就需要有你们这样积极态度的军人。其实这次咱们来呢，主要是跟你们说，以后不用再操练受伤动作了。为什么？连上开会讨论，为了让社会大众可以更认识我们女兵，所以本梯次的受伤代表会以女兵为主。可是我跟国良，原本啊，我还担心你们没有办法接受这个事实，毕竟你们也努力这么久，你们真的辛苦了。虽然没有办法担任受伤代表，不过副老长相信，你们这段时间的努力绝对不会白费。我往后的训练啊，希望你们也可以保持这样的精神，为自己，为连上争取最高荣誉，可以吗？报告，是。报告，是。回去吧。谢谢副老长。
他们要我练习就练习，停止就停止，哪有人这样的、啊？我连心理准备的时间都没有、啊。当初你去报名的时候，你也没有给我时间做心理准备啊？为什么？为什么我跟淑静这条爱的路走得这么坎坷啊？李淑静当也很好啊。哦，我就是害怕淑静要跟赵老师去抢嘛，我就担心呐、啊。实力说明一切，而且军人以服从为天职，长官怎么说我们怎么做。哦，万一丁修误会或是我们被踢出来，那有多久？哦，原来是面子问题啊。我倒是觉得哦，会不会是那叶素儿弄我？邱又廷，你可不可以不要扑扑妈妈？我跟你说一句话，麦坎托。好、哦。枪托分解动作一，不好。二的时候呢，一到枪托地板要发出声音。三，转过来三，那我力道哦。四，升上去，四，要垂直，右手垂直，四，倒，五，放下，好，那就可以了吼。那我们来练枪放下，枪放下，分解动作一，可以吗？小心小心，再次，分解动作一。黄曼丽。你要怎么跟我竞争啊？你是用那缩枪代表吗？你不是那将军的人吗？先跟你说，他交给那缩枪代表吗？你看，怎么可能？怎么看黄曼丽都不是当缩枪代表的人，你们说对不对？好啦，曼丽很累了，我们让她好好休息嘛，好不好？不行啊，雅芝，我觉得你要给曼丽特训。你看，苏静都在给你做特训，我绝对不会手下留情，不准给我哭。回到三个动作，手托好，分解动作一，看，连放下都没有力道。回到三个动作，干什么啊？干什么啦？你差点打到我。我在帮曼丽特训，你不要来搅局哦。你不用道歉吗？对不起，小气。你说什么？我说你小气啦。有种来说一次啊！怎么样？帮得上忙吗？你懂个屁哦！比你懂啦！好了好了，我是觉得你没能力教啦。好了，不要吵，不要吵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就是来找问的，怎么样啊？不要吵架好不好？还有人在睡觉，你们在干嘛？秀明他不是故意的，我们让曼丽休息好不好？快点，你好好休息。去睡觉，去睡觉。走了，我们去旁边练。快点，快点。好了，不要看了，不要看了。很灵灵啊，滴灵灵啊，你当什么啊？我妈你准是你的啊，土地公婆婆啊，我妈你准是你的啊，你妈妈爷爷。用我们士气。严守心恨，感谢心恨，安静心恨。